前南韩新女团 XG 即将在3月18日出道，近日官方公开了预告照片和影片。公开的照片中， XG 以黑白西装造型展现 Girl Crush 的魅力。而日前也传出在 Kepler 活动的日本成员江崎光在团体活动期结束后也将会加入 XG， 不过由于该团是由日本大型娱乐公司 AVIX 推出，成员也都是日本籍，就让韩网友议论纷纷。看完我只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在韩国出道？明明就是日本女团啊，为什么非得和 K-POP 扯上关系？团名还起了个 XG， 差点以为是 YG 的练习生呢，后来发现又不是。而这一行动也被韩国网友认为是对席卷全球的 K-POP 偶像市场日本的反击。不过也有人反映，这跟当初许多韩团前往日本发展一样，不应用歧视眼光看待，掀起热烈讨论。